从90年代一直活跃到现在的音乐怪才，刚才有人说是他的死忠粉丝，低头陪朱约信老师来到我们现场，掌声欢迎！为着您来介绍这首，民国90学年度年度最佳金曲、金曲歌王得奖作品《傲骨人生》，来放来破声吹一下。倒唱一下，倒唱一下啦！我的火头啊，吃到40多外，一个月总赚只20000外，我咧无厝通好徛咧，只有来洗厝路、做啊厝卡路。哎呦，妹啊，姑娘啊，你我是要安怎？是要安怎？咱换二四个头家啦，啊无半项会下着啦。啊妈捌卖雨伞，妈捌卖雨帽，妈捌补盘兼补盘啦。妈捌穿雨衣盘嘞，妈捌看光船破土嘞，妈捌行船过后山嘞，妈捌去赛船动车嘞。哎呀，哎呀，姑娘嘿，哎呦，哎呀，姑娘嘿，哎呦，哎呀。我你我嘿，哎呦喂，我心内我你我嘿，今天真的非常不得了。